是我的，你是谁？知识派大星，这是尿尿尿，我决定要瘦十公斤，瘦十公斤，瘦十公斤。又被黑了，潘玮柏碰成派大星，法院瘦十公斤。这个提醒给你一句，拍案准停下。现在不是个啰嗦，实际甚至不能请你另眼去接走。让我看到你节奏，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调整配速。伸缩自如为潘玮柏，角度拍对是这样，角度不对变这样。网友吓歪，分成三派，好像派大星神通奶爸啦，还以为看到韩红。这个叫做什么？潘玮柏有什么？梦的出现当下，脑海里头充满梦。等一下，这是尿，对的，尿。再被叫潘伟后了，潘帅下定决心，祝我儿童节快乐！你看我这么胖的儿童吗？这么大只了啊！但是没错没错，我一直以来都还是非常的有赤子之心。自己讲完自己觉得很害羞。中国的人一定就知道，在我这个可可爱爱的外表之下，有一颗充满对音乐的热情，所以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潘伟和所有的音乐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们今天来的真的都不是颜值控，也不是身材控，你们是真心的爱我啊，谢谢啊。如果有一天我比这边还比今天还胖两倍，你们会来看我吗？好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一轮巡回我其实这天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就是在我今天吃完西安的面食之后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决定要瘦十公斤，瘦十公斤，瘦十公斤。给我五年的时间，对吧？这我真的觉得自己可能要想瘦一点。